지수가 이제 뭐. 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打过拳吗？打过一年跆拳道。那你向我看看。好，我这里不打这种拳，因为我已经参加报名了 MMA 比赛，我想多学一点东西。比赛上挨打你可以？我可以啊。辉哥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打拳？大家都说你是拳王，你教我。一个拳手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节奏，能够让对方接近你的节奏，他就会背波跟你走。One, two, three， 能够打出你自己的组合，就是属于你的节奏；能够打出多倍的组合，